我们应该格式的不是排名，而是这个号码，所以特别注意哦。如果你要用设定格式化条件来做的话，一，请你先选择什么呢？选择你要格式化的范围。那我们刚刚是选排名，对不对？所以请你改选什么？选号码 ，Ctrl Shift 向下，这个范围是我要格式的。那你的条件在哪里？重新指定。所以设定格式化条件，新增规则，用公式来决定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格式化的条件呢，是根据什么？根据那个一栏，所以等于什么呢？等于一二，这边输入一二，那一二指的是从一二开始，那我们这边有个范围，它会同样的往下走，等到这个条件怎么样呢？当它是小于等于七的话，那我设定一个格式，这个格式的话就是黄色的底，红色的字 ，OK， 那意思就是说哈，反正我跑是跑这里。可是我是格式化这里 ，OK， 这个概念应该有了，所以按确定之后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按确定，你会发现哦，跑是跑这边，但是格式化是格式化这边，那一二指的是从一二开始去往下针对这个范围，所以这个范围有多大，它会从一二跑一样的范围，所以它会从一二一直跑到哪里呢？跑到最后一个143，那就停止了。那判断什么？判断如果说它里面的数字哈，假如是小于等于七的话，就格式化我现在这个，我应该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以后如果你是设定格式化条件是不同范围的话，那你可以用什么？用公式的方法哦，这个还蛮重要，因为如果你不懂这一招的话哈，很多东西是做不出来的，吼，因为它预设的就是你格式化的。跟你的范围是同一个范围才可以哦 ，OK， 所以公式哈、哦，好像前面我们也用过那个日期的部分啊，有没有？不过日期好像是是相同范围 ，OK， 好，那这边顺便讲一下哈、哦，那再来的话呢，如果说我今天哈、哦，希望产生后面总共有五个按钮，这五个按钮是做什么呢？第一个按钮哈、哦。我先按清除，清除指的是什么？帮我把 B C D E， 不过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哦，也许我先把它拿掉好了，因为我等一下会用其他的方法，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这个规则先拿掉。OK， 好，那我希望做出五个按钮，第一个按钮是清除，第二个按钮是乐透彩，按下它，刚刚的所有动作全部完成。那怎么做哦？基本上很简单。跑一个回圈 ，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做什么呢？帮我把 B 栏里面的资料放这个公式进去。那如果里面呢有列号的部分的话，帮我改成 i， 有没有？那 C 栏的部分的话一样 ，D 栏有列号改成 i， 排名一样有列号改成 i。所以程式写完了，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，其实非常简单哦。如果你懂得。如何动态的去丢公式的话，这个前面还有讲过，乐透彩 ，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做什么呢 ？B C D E 分别放后面的这个公式，那这个公式哪里来的？就刚做的嘛，贴过来就好了。所以这一招还蛮方便的哦。如果你要唬唬人的话哦，真的很蛮容易就把人家给唬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哇，你怎么哇一下子？资料全部都完成了啊，其实没有啦，里面其实本来公式都做完了，只是说你把它更新了一下而已。OK， 啊，另外清除的话，你可以用什么塞空字串进去，或者用什么呢？用 B 2到1的最下面一列，点 Clear Contents 有没有清除内容？点 Clear CL 有没有 Contents 这边就有。好，啊，你就是啊，两种方法，上面这个方法是。一个储存格，一个储存格慢慢清除，那相对的哈、哦，感觉会比较慢一些些啦。不过还好，资料不多，感觉不出来。未来如果资料多的话，我还是建议你用下面的方法哦，可以把它 clear 清除，有没有？瞬间就清掉了。那、啊、再来的话哈、哦，如果要设定格式化，刚刚是用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新增规则做。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按下这个按钮 ，VBA 怎么做？其实哈、哦，也可以嘛，你就是
跑一个回圈 ，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。如果我的依栏里面的值是小于等于7的话，那帮我把 A 栏里面同一列的 A 栏里面的底色换成黄的，字变成红的。哎，前面好像有讲过嘛，换字跟换底色。那做一次给大家看，按下它，有没有？全部都帮我。那其实效果跟刚刚设定格式化条件差不多，只是一个用 VBA 写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程式应该大家都看得懂了哈。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然后如果依栏小于等于7，那把 A 栏的字型换一下，底色换一下，哎，有没有发现写来写去好像都这些东西哈？所以你会发现我的程式哈都有一个共通性，反正就是回圈逻辑判断，哎，大概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了。好，那为什么都这样写了？因为哈，第一个，符合大家的需要，因为程式如果太复杂，你们学起来一定会非常的痛苦啊。你不要今天写这样，明天又写那样，然后写来写去，最后还是记不起来。最好是有没有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可以很快的把东西写完最好，而且不会出错，然后又可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。OK， 那第二个清除的话一样了，前面讲过，你就把什么，把那个字改成黑的，底色变成没有，这个前面讲过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前七名，其实最好的吧。你这样子告诉我，我不是还要再往下卷动，还要12号，还要拿一支笔再把它抄下来吗？最好怎么样呢？哎，我按下一个按钮，自动把前七名帮我列在这里。前七名有没有列出来了？就这些号码，哎，很方便嘛。所以最好的哦，就是，如果你要知道到底这两年哪些号码出现几率最高，可是问题哈，你要怎么样可以按下这个按钮，自动帮你把这边的号码搬到这边来？所以其实这个写法跟刚刚那个格式化有点像哦，有没有 ？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，那做什么呢？判断一下排名，如果它的排名里面哈，小于等于7的话，刚刚是设定格式对不对？现在不是，现在把它的 A 栏搬到这里来，有没有？可是问题来了，我要把它搬到这里，可是问题哦，我怎么知道这里是第几列？所以哦，哎，一样哦，刚刚不是有个 K 吗？ K 等于多少？预设值等于多少？等于2。当我搬一个之后，再把 K 什么？等于什么 ？k 加一不就好了？加一之后呢？它本来第二列 对不对？那就加了一就变3，所以又会写在这里，等于4，等于5。哎，我就是这样写了哦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的程式写来写去很多地方都一样，我大概都用同一招，差不多哦。写来写去，尽量不要写太复杂哦。试一下，按下它，全部列出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基本上程式哦，之前大概都写过。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，k 等于2，有没有？意思就是说我要搬到现在指定，哎，刚刚有才写过而已嘛，哈 ，OK， 意思就搬过去的，哈，等于2。然后呢 ，for i 等于这个一样，如果哎这个也一样，哈，这个把它搬过去，后面的东西有没有 ？A 栏的 A 有没有 ？i 列的东西搬到什么呢 ？F 栏。在这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哪一列呢？因为我从2开始，所以我就直接先放在这里。所以这个放过去之后哈，那 K 再把它加一，加一之后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，直到没有为止。OK， 所以前七名的写法是这样。来，最后哈，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地方哈。那这个程式应该不算太冗长了哈。啊，尽量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最好是自己动手写写看。哦啊，可以先贴啦，然后先乱一下，确定没问题的话，哦，自己再打一下。那，啊，如果你全部都可以输入做完成功的话，哦，啊，再真的还是要找机会把它乱到熟为止。这东西啦，技能我刚刚一直强调，哦，真的除了要会之外，还要我比你更熟练。我就是比你动作更快，哦，啊，做完之后啦，当然你
又熟练之后呢，你将来要做更复杂的变化，哦，相对的你会比别人来得更顺利，哦，那其实这些东西，哦，还是真的要靠一些范本，再来就靠经验。如果你有范本，剩下就是经验，经验怎么改，哦，以后真的你想改什么，哎，自然而然就很容易就改出你要的那个样子，哦，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，啊，这些东西其实还蛮有趣的啦。我是觉得VBA 所带来的工作上的成就感，哦，真的是这真的是 还蛮大的。因为很多东西，哦，我宁可花时间去想程式怎么写了，哦，说真的我也不愿意土法炼钢，哦，OK， 好，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，把那个乐透彩后面总共会有五个按钮，哦，试着做做看，哦。